好一点吧。好，来来，我们要这样哈，一起来喊一个口号哈，叫做欢聚闪光。来，三二一，欢聚闪光，迎红而上。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子期今天的大会见面会呢，到此就结束了。感谢各位对于子期的支持，谢谢各位。子期，请先休息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他们这个展区是要有票才能进来的吗？这个来，是不是要有票才能进？是的，是的，非常肯定。那个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，所以我有亲手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礼物。如果是他们是要凭这个票才能进到这里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凭手里的就进到这里的那个票到微念科技的展区，就是我金主爸爸的展区，然后去领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就是还有，就是你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包括人很多，你们把东西都装好，然后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晚上就不要一个人出去乱晃。我有点紧张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反正就自己注意安全。如果特别是一个人的话，然后去微念科技的展台拿我给你们的礼物好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子期。谢谢。我等下去那边，我等下。